啊，这就是迄三生步道吼，啊，三生公园步道迄个前啊，哦，前差不多30公尺处吼，啊，这当停车，啊，这停车啊，敢免钱啦，哎，啊，这拢画白线啊，较，哦，啊，较袂用拖掉，啊，头前迄个几担咧卖物件。看伊这个卖啥物件，吼、哦，一寡。啊，这条就是迄落啦，哎、欸，这条桥呢，这条看啥物桥无写，哦，写七号桥啦。这桥嘛真有创意。好山好水啦。哦，这车袂当入去，啊，咱只有一个导览图啊，咱来看卖啊者。哦，这三芝乡吼，哦，赏樱路线呐，啊，赏樱路线图。新庄子候车亭，哦，哦，这是三生的赏桐步道，哦。嗯，即马即个季节可能还未开始啦。啊，咱内底吼，反正今仔日吼，找到新的迄个所在吼，啊，咱过来甲行一下。哦，头前遐有看到花。足清幽的，啊边仔拢有一挂，哦人，哦迄花痴啊啦，哦咧卖一挂花啦，吼啊咖啡的啦，啊拢有。哦啊，遮拢有迄个看板，嗯。哦，这是算讲生态哦，诶，水的生态。这就算讲人的土地，啊，就做一挂种一挂农作物。哦，我来种一挂呢水水的花，嗯。哦，现在敢那，哦。这就是算讲人的市集，就是安尼吼，哎，卖一挂凉的，豆干。啊，即马欣赏一挂遮的花景，吼，诗情。再搁一块，哦，这块旧啊啦，哦，也看袂啥清楚。迄落啦，脚白笋，脚白笋，哇！啊，今仔搁发现一个新道路，哦，头前遐那水甲嘞，迄条桥啊水甲，较等咱行过啊。
哦，安内遮水个，啊，咧真正是一般个人吼，真少会来即个所在，因为你若驶北海岸，你直接就溜个就过啊，袂讲阁挖入来。哦，啊，即款个这是啥物花啊？哇，遮水个。啊，菜头哦，萝卜你买个菜头有几啊？有啊，这就是菜头花啦。啊，唔捌看过菜头花遮水哦。啊，搁那么多的蝴蝶啊，真的是春意盎然啊！啊，美如仙境，太美了。菜头啊，予恁大家拢好菜头。啊，来遮才看得到菜头花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什么菜脯啦？啊，人家咧拍个菜脯，足香个安尼。那好啊，甲翕一下因，啊，当地名产吼。好、哦哦、啊，咱种啊，敢若一个大咖啡哩，哦，啊咧山药啦。哦，那金龟啦，吼、哦，还菜龟脯啦。哇，啊，你若无我入边，你嘛唔知有遮尼啊好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人家嘛卖啥物产品呢？哦，几啊种酒的名产。哦，啊，因这拢家己种家己卖。对啊，拢家己种家己卖。啊，我讲的无唔对吼、哦嗯，啊，我正讲了足对。我这个菜，因那个，你看嘛，菜头粿哩啊，白煞煞的。菜头粿家己炊，啊，搁家己炊哦，哦。用米落的。哦，用米落的哦。嗯，哦、用粉搅。啊，这食健康的啦，嗯、哦。啊，你啊看卖，白煞煞啊，无简单，大行拢家己种，嗯，自产自销。哦，啊，这嘛石花洞。哎，快速路，嗯，真好啊！你看嘛，人安尼搭一个寮啊，吼，啊，都等我来做生意。哦，足香的，安尼鲜甲你看嘛，金黄色，酥酥，安尼才好食。我安尼切切，煎到愈切愈好，愈香。啊，样煎未？哈，啊，安尼师傅级的教恁安怎煎？哦，这就是菜头。你刚才看到这菜头花，你就哇，心花开啊！菜头花，嗯、我加看一下，好、嗯、了，人家晒恩来，你看卖，自拍安尼啦，多浪漫！哎，你先去变数。来这。哦，深山啦，来也是乡野，就是爱看这吼，无同款的景色。哦，你看卖，人这安尼，
两个加起来饱啊，嘿，嘛叫晒恩来。哦，谢谢收看。哦，哈，来看这个，啊，这条桥行过，水个。哦，啊，这拢用这石头路啊，吼、哦，哦，石头地咧做的路，这就是整个步道。啊，若要来遮吼，爱、哦、选这个，哦，那个飞机啦，哈、啊，飞机的贵点吼，啊，来再水。啊，即嘛因为即嘛花拢都谢要了去啊。哦，遮水你看，整个山林这么漂亮。啊，我就是咧三芝国中遐吼，看外口的看板才知讲啊，有这个景，这个景点。哦，呀，遐花嘛还阁足多足水。哦，这真有通好行啦，嗯。哦，我这做一棵枝啊，才大棵。到底讲白啊？这条路可能是吼、哦、停车遐吼、哦、会当通这条路款，嘿。哦，啊，这拢人的农村啦，吼、哦，人咧种稻的。因遮是种咖啡算较侪啦，嘿。哦，啊，连厕所嘛呢，彩绘甲真特别。
若要樱花吼咧开吼，吼、哦，迄规撮拢是啊，来遮赏樱花就无唔对啊。好啊，咱即马甲行过来这边桥咧。这样来规个吼，东西农场市集了。咱即间嘛，甲翕一个好啊！哎呀，即间是敢若卖一挂花啊，啊边仔迄间是就卖一挂食，哎呀。哦，啊，遮拢有即挂个产品，无共款，无只产品嘛足侪种个。新的没有见过的产品也是蛮多的，哦。都要按摩你的头皮哦 ，Kelly 也是很注重按摩头皮，因为头皮有时候真的比较干痒的时候，哦，它这里如果樱花盛开是这么的漂亮。护发油啊、乳霜啊，甚至喷雾啊，都可以来好好的照顾你的头皮。再来就是，你知道吗？吹头发哦，如果您是自己在家吹头发的话，吹干头发也是有诀窍的，记得要先用温风吹干头皮。哦，这里一只哦，小白熊。哦，他们这边是算是三和社区哈、哦，啊，他们的农产品，哎，那个有黄昏的时候也会非常美，哦，景色非常美。咖啡啦，煮咖啡呀，哎，我今仔拜人呢，人足多，啊，这足多啦，有个人都唔知通我礼拜哩，啊，外口是塞车，啊，弟弟，那是什么？那个是种什么？弟弟，你们那边是种什么？那个是萝卜，哦。前面那个比较漂亮啊，这边那个还没长出来，品种不一样。